开始在撩妹的时候，当你对这个女异性，不要说女生，对这个异性有兴趣的，就像这首歌一样，去撩拨一下，观察一下，哎，他为什么坐姿是这样？他眉头皱起来，为什么？是有小事情吗？是昨晚没有睡好吗？那我们带来这首萧敬腾的歌曲，好了，让我为你唱情歌，是吗？情歌我就搞起嘛，你别怕。哎呀，那么没有默契吗？教室里面无法抑郁过每一天，眼神中有点落寞，有点唱着什么，我问你要痛眼光却闪烁，要痛我感受眼前的人冒出嘴脸，这叫咖啡店戴耳机隔绝了世界，真实的童话就差